3950就能够拿到冰墩墩。那不对，它不是88一个吗？金的。哦，金的。88那里边是软的，外面是塑料的，这是金的。金的。捏不动的那个。哎，这么贵，能有人买吗？老多人想买了，就剩最后一个也被人订走了。咱看看。这金的能卖吗？23950。它这个是空心吗？空心的，要实心的那肯定得10万多。近日，吉祥物冰墩墩一吨难求。2月7号，北京东四冬奥商品零售店内的冰墩墩已经销售一空，柜台里仅剩一只纯金的冰墩墩。店员表示，金墩墩价格为33950元一只，随金价波动，此前价格为28500元。店内的这一只已经要往其他店调，已经被人订了。